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脸一黄的大白。上期奥坚正式加入 SOX， 在宾果的帮助下，他们拿到了杂志，并且阻止了 H 禁止法。这些刺激的画面令石刚的学生陷入苦闷，他们看在眼里，却不知道该如何疏解情绪。奥坚不好回答问题，拔腿就跑了。华城点头，是时候了，教导如何发泄的知识了。华城决定先从润滑的乳液开始做起。奥坚虽然知道他有病，但没想到病得如此严重啊！华城义正言辞，光传播知识不传播如何发泄，就是推荐不留名，菊花万人骑呀、啊！所以华城表示，这次要发明首充奖励，男孩子们首充赠送道具。奥坚瘪嘴，厚此薄彼，女孩子们怎么办？华城大惊，奥坚果然变态，竟然在期待这个。他表示，女孩子那边有早乙女的插画做解析。奥坚不解，那男生那边不也可以这么教导吗？华城摇头，古金森带回来的杂志内有复原首充道具的教程，这要是不复刻一下，简直对不起他 SOX 教主的身份。当然他也想试试跳跳蛋，可那东西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。奥坚大惊，不是说好不做女性像吗？谁说男孩子就不能用了？入蛋入局听说过没有？而且不一定要入局，还可以外置。说到底，棍子就是个放大版的欧弟。奥坚和华城争论不休，一个嚷嚷着会爽，一个表示绝对不会。早乙女告诉俩人，实践才是真谛。于是华城让奥坚去拜托冰果制造跳跳蛋，借口说那是按摩器。奥坚不去，他就让安娜和奥坚独处。谁能想到原本的福利变成了威胁的手段？但首先他们要制作首充道具，由早乙女负责绘画，奥坚体验。奥坚让他们自己上。早乙女突然来了灵感，长着那玩意的女人，奥坚都想举报俩人了。华城表示没关系，手指体验也可以嘛。他调制了粘稠的白色淀粉乳液，随后用魔芋充当道具。奥坚无奈上手，黏腻的手感让这位年轻人小脸一红，做出来竟然挺像那么回事。乳液和材料虽然都有公布，具体制造方案书中却写得相当暧昧，所以接下来才是重点，如何让手充道具彻底凝固极寒和滚烫。奥坚觉得自己还没到需要断子绝孙的年纪。最终三人忙碌了一下午，选择了比较好毁尸灭迹的魔芋和小麦做材料。这时奥坚收到冰果的消息，说是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做出来了。奥坚只好在下午返回学校去取东西。他本以为只有描述的情况下，冰果做出来的东西会相差甚远，没想到对方连暧昧的粉红色都复刻了出来，不但弹跳力惊人，甚至还是无限操控，范围包含了整个城市。本子至于失败品被他放在了外头，标注是美容保健，让扎小揪的少女捡走了。这个时候奥坚才发现冰果只穿了一件外套，他今早不小心掉进学校水池了。冰果摩拳擦掌，既然让我做了道具，总得表示点什么吧，比如让他看看奥坚蘑菇的战斗状态。让我康康，果哥不要啊！两人你来我往。安娜听见动静闯了进来，看见两人极限拉扯，安娜险些暴走。奥坚只好表示他在拜托冰果看他给安娜挑的礼物，原本想找个借口糊弄过去，谁知安娜竟然一把摸出了粉色小蛋，开心的表示奥坚选的礼物他都喜欢。于是小蛋被当作能量石让安娜给带走了。奥坚欲言又止，转念一想，开关在自己手上应该没问题，而收到礼物的安娜想随身佩戴，于是回去就将小球做成了项链。第二天一早，华城不悦，两个完成品被安娜带走一个也就算了，剩下一个带回去立刻就被玩坏了。几小时前华城拿着小蛋怼萝卜，结果浪过头，机器直接报废。今天周末安娜又叫两人到学生会，说是老师那边安排了一些任务。话没说完，安娜胸口传来异动，奥坚大惊，赶忙问她是不是不舒服，没想到是遥控器损坏，安娜胸口开始颤抖。奥坚大惊失色，赶紧想关，回头却发现华城露出看人渣的眼神。奥坚，现实可不是本子，震动声很响的，一旦打开周围人很快就会发现哦。奥坚百口莫辩，华城已经跑路了，而安娜却因为震动一把扑倒了奥坚。奥坚吓得乱窜，试图让冰果修好这个遥控器，冰果却说没有本体无法修缮。这时安娜追过来紧贴门扉，而冰果正在测试机器的力度，门外传来安娜抑扬顿挫的呻吟。无奈奥坚只能夺回控制器，转身就往门外跑。他本想通过信息和华城解开误会，谁知早乙女竟然堵住了他。早乙女想画人类结合实战，于是当即出卖了奥坚。奥坚大呼不妙，转头准备往校外跑，红利却半路拦住了他，说学生会的事情还没结束，安娜让他将奥坚带去办公室。虽然安娜胸口不自然的颤抖，不过亨利却不觉得哪里有问题。奥坚悲痛，性知识科普刻不容缓。安娜接过奥坚，胸口都抖出残影了。亨利被支开，这下会议室只剩下奥坚和安娜。奥坚动弹不得，内心惊恐，救命啊，他要被侵犯了。偏偏这个时候安娜还摸到了遥控器，竟然不小心又调高了一个刻度。奥坚逃窜未果，被抓住腰拽了回去。安娜颤抖的胸口正抵着奥坚下半身，奥坚大呼不妙。再看安娜，因为震动胸口衣领裂开，奥坚这才发现小蛋竟然卡在安娜胸前，他试图去拿，震动却直接崩开了安娜的内衣。长颈鹿起立了，眼看俩人干柴撞烈火，沙漠遇绿洲，小蛋终于绷不住，整个裂开了。安娜浑身散发热气，奥坚捂着裤裆给她披外套，还好贞操保住了。然而几天后，安娜竟然还想要那个礼物，奥坚只好向华城求助。华城表示变态不要随意靠近，可冰果这段时间正在研究传播出去的男性向道具配方，因为奥坚此前没有支付报酬，冰果也不打算继续做
做那玩意儿。安娜一看他和别的女孩子搭话，伤心不已，伸手差点将奥坚掐死。深夜，一个头戴内裤的男人袭击了巡警，并将他摔在内裤拼接的巨大内裤上。新闻称，该袭击者是 Sox 的支持者，而粉发女孩看到新闻，觉得 Sox 牛逼，于是决定效仿对方，用粘稠白色液体袭击善导科的人。他身后还有不少支援者。女孩坐上救援人的车辆离开，准备去寻找 Sox 的成员。而华城正在给奥坚讲黄段子，比如心倒过来，在下面加两笔，这不就欧头吗？自从古金森归来，华城的下流梗也是越来越多了。一个月来，华城和四大下流恐怖组织分别做了交易：进击的巨臀、绝对领域、福瑞、培根莴苣。他将古金森带来的本子送给了他们，对方也大方的给了回礼。早乙女再开眼界，虽说不如古金森的刺激，但这些本子玩得够花呀。华城更是一脑袋栽进了 BL 深坑之中。于是石冈的学生们又大饱眼福了。之后，亨利来找奥坚吃饭，他亲手做了便当，并表示奥坚要是喜欢，以后可以继续做。华城露出了下流的微笑，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这么好。这时，女更衣室传来惨叫，安娜告诉三人，最近城市内出现了不少内衣小偷，对方也不挑剔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只要是件内衣，全让这群人给偷了。没想到对方的手甚至伸进了石缸，亨利觉得那是 Sox 教唆的。安娜决定对校内展开加紧巡逻。奥坚和华城一组正蹲在更衣室外面，这时有可疑人物闯进了女更衣室，奥坚没法进去，华城自己进了更衣室。这时奇怪的呼吸声出现，奥坚低头就见安娜泛着红晕出现在草丛中，奥坚逃跑未果，遭到暴力袭击。安娜说网球部那边巡逻结束了，亨利被他派去寻找莫须有的资料了。安娜对着奥坚的耳朵开始 pra pra pra， 他之前是想让奥坚品尝自己的爱，可最近这段时间他想超视奥坚，最好能感染他。奥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没想到亨利赶到了现场，安娜滋了奥坚一脸，亨利还以为他在倒立，弄得满头大汗。奥坚躲过一劫，安娜转身离开，嘴里却吐出一枚拉链。早乙女围观了全程，产生了激烈的创作欲望。随后两人才想起华城进了更衣室还没有出来，奥坚大呼不妙，赶到现场却发现华城和冰果正在对峙，冰果包里藏了东西，转头递给奥坚看，奥坚一眼就发现这是自己和亨利的本子，他开始四处找打火机，冰果惨遭没收，开始疯狂蹦跶。奥坚质问华城，这本子命名风格和画风怎么和华城以及早乙女这么相似呢？这也不能怪华城，最近大家都觉得亨利和奥坚走得近，一看到就会心跳不已，而华城在培根莴苣那边打开了新大门，于是小本子出现了，甚至在校内掀起了一股热潮，目前是连载了十话的大作。没等奥坚发怒，就听见有人喊内衣小偷出现了，安娜和亨利抓了一大堆，这群人高喊爱新鲜内衣，其他学生都觉得瘆人的慌。这时校内的投影仪一闪，浑身裹着内衣的变态自称是衣料成群的首领纯白之巅，这家伙手持红酒杯，里面还泡着一枚内裤。华城大惊，毫无疑问这家伙是最高级的变态。纯白之巅却说他们是受到 Sox 感染，决定靠夺取内衣对日本政府发起反抗的组织。说罢天上掉下了大量的内裤，不少学生听后都觉得 Sox 太变态了，于是 Sox 被架上了危险的悬崖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爆肝一号机大白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